大家好，我是小苏，姥姥接来了。今天我们来做猪肉饺子吃。青菜香菇，片猪肉，这里啥呀？片子，片葱。有没有我来发的？你吃面条。你这豆豆不吃完也重啊。也能捏的哈。一动，人家天发二干，一动不成饿得慌，知不知道？一轮肉心可是咸了，确定不吃？不吃。不吃啥都吃。我有的天了，你吃胖了，网友都有说你吃胖了。吃胖了，不给你身子里天了。你吃了你都壮过，不跟英国人往那长得的，一年吃一就一天就吃到桌子上十五个。你说我了呗，你这不点名不点姓就不我来说了。我就不提你名，我说你走，我干啥呢？我在加肥呀。好的，不加肥。吃也吃胖了。好吧。就是饺子今儿香了，我放香油放多了。就是他的名字在了，在那糊手软不着了就耽误。嗯，咱得糊到了是。嗯，给了咱照瓶钱了。啊，老到咱家吃面儿。够吧，咱家吃点馅儿去。我听俺老是不是住了怪公踹了？今儿呢哈，可是一直缠着咱老，去吧。嗯。那边想来让人家变来了。想来人家变来了。姥姥想出来走了。嗯，等。走，马上走，马上走。嗯，别慌。走。老师，房间坏了。啊，先坏。你也坏了。老师哭啊，人人听课了。是啊。嗯。那哭哪儿了呢？没有哭呀。会背你课了没有？真棒啊！我上以后一人认真听课啊！我上不能光哄他，他整天的学。坐在手上，你能读遍啊？好好。先把这个书包拿二弟。妈妈记了。你要是看到有书包啊？光问自己，我不在家吃这饭吗？哎呦，你明天就要吃了。姥姥，咱明天看吧。这不是没到吗？来来，师傅不管用了。哎，不够吃了。来来来，能到我们不能到啊？吃吧，吃了还多了啊！这不，他老是不？老吃吧，我家冷了。